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的一生当中有非常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陈立豪？各位，迈入七月份了，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七月份，各位要开战了。你记不记得我在上个礼拜跟你们讲，我说迈入七月份你要特别的注意，因为台股啊已经不像之前了，你随着闭着眼睛都可以赚到钱的时代，各位已经过去了。你要记住我讲的这句话，各位，迈入了七月份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各位第三季有很多很多的股票，各位已经开始，各位都筹码都乱掉了。所以我在今天的很特别的一个观念是什么？各位，真招当冲乐。各位，真招当冲乐。各位，为什么我要玩真招当冲乐？各位，如果你在之前能够非常的明白立豪的操作手法，各位，我每次进场的时间点跟出场的时间点我都会打在侧标上，而且我会告诉你来回去做价差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现在迈入七月份，各位，这种价差当冲哦，各位越来越明显。你看今天台股，你看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小涨十点，盘中涨155点，各位，到最后杀到跌17点，最后是因为台积电最后再涨2块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才涨了26点。你看台积电这档股票，我跟你讲这只股票哈，哎，从开盘有没有968拉到一线，哎，直接拉到哪里？拉到977哦，977之后一路在再打回到哪里？又打回到哎967968，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我跟你讲的观念你要听得懂，你要了解。各位，你们不懂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看我的电视节目你可以学到很多。虽然我讲话很大声，虽然我讲的话有时候你不见得喜欢听，但是各位，句句是重点。你看我侧标上这两只股票，各位，光四星 KY 我们做了多少次了？各位，四星 KY 在上个礼拜非常的弱，很弱势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我告诉我的会员，2400到2420就是一个支撑点，再去买回。各位，你看今天这档股票今天收盘收在2495，纵使你在上个礼拜买，各位，今天还有一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2425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在上个礼拜买，各位，这档股票说实在你也赚了100块的价差。那但是各位注意哦，这只股票你现在要做短线也可以做短线，没关系。我上礼拜五讲过，你要报中长线，各位或许会有报复性的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当时被压得太久了啦，就像你那个打那个排球，打那个，对不对，篮球，你在慢慢砸的时候，可是它轻轻的就是这样，当你在用力一砸的时候，它的反弹力道它就会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或许中长线，各位，现在很多的外资法人有没有已经开始偷偷的又在调升它的平等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这只股票我们还一样来回去做价差，什么时候开始要大举反攻，我会带着我的会员各位全力加码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既然是我们这档股票有创造出42000多块的价差，各位，现在又是个机会，机会又来了。那各位，你要玩当冲乐吗？很多的股票真的可以玩当冲乐。各位，你看，我举例给你看，我今天花7月1号今天的时间，我再告诉你们一个这个观念。这个观念讲完之后，如果你再听不懂，各位，我就真的帮不了你。因为现在进入台湾股市啊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真的很重要哦，真的不能是随便乱搞哦。如果你真的做不好，你真的是会被两边被打巴掌哦。各位来看，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当初在6月20号，我跟你讲，台股就要这样玩，有没有？你知道吗？当初我跟你讲四星的时候，我们短线上是赚135块。那四星赚了钱之后，为什么我们又要去放空四星？为什么？就是告诉你说，我做多也可以赚钱，我放空也可以赚钱。所以各位，我只是举例子给你看。你看，那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不是叫你说一定你现在要随便的去买股票去卖股票，不是。我跟你讲观念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当初我们在6月17号我们在买的时候，2680到2710，
涨上来的时候我们是赚135块，所以各位这135块我是不是打在车标上，是不是打在车标上？那上来之后各位，因为我很清楚各位上来又遇到压力，所以我去放空四星。那各位你看放空四星我又赚了110块，有没有？那其实最大值哈，放空之后从这个地方放空一直往下杀杀杀，最大值其实是赚了320块，各位你听得懂吗？所以我现在跟你所讲的观念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短线的进出，你才真的可以在股市里面赚到大钱。同样的你看微盈同样也是一样，当初我们在6月18号我们是买2600到2620、结果赚了360块，赚了360块之后我觉得遇到的压力，各位我们去放空，你看结果放空哇往下杀，各位极大值呢，极大值各位杀到最低点，你自己看看，我是没有打上去哦，我是没有打上去哦，极大值各位这两股票杀到哪里，你看往下杀，杀到最低是2540，有没有？各位那天的最低是2540，那各位我只写到2890而已呢，你看那个2540各位你看差多少，这两股票你又赚了将近快300-400块呢。所以各位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各位我再跟你讲一只股票，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观念，我不要告诉你说赚多少钱的问题，各位赚多少钱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啊，是我的问题啊。那今天赚多少钱也是我们的会员会知道，那今天我跟你讲的是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如果在7月份的1号我特别跟你讲你还听不懂，各位你退出股市你不要玩了，因为你7月、8月、9月开始，各位你要特别小心，台股已经进入了一个真的春秋战国时代，听得懂吗？春秋战国时代是很乱的时候，所以各位乱要怎么做，如果你会做你两边大赚，如果你不会做两边被打巴掌。所以我特别想强调，如果你真的看不懂你跟着陈立好，如果你真的想玩当冲了干脆玩啊，当天就冲掉，冲掉就不要管它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要 overnight， 那各位我真招当冲了，所以你赶快来参加，听得懂吗？各位你看顺德，你注意看顺德，来各位这张股票今天是不是跌，各位这张股票今天是不是跌，是不是跌？你看跌9.5块哦，你跌9.5块呢，来各位来你开完之后你帮我鼓鼓掌就好，各位注意看，我6月18号买顺德，6月19号我赚9块，好，各位我赚8.5块赚9块，赚了之后各位这档股票有没有打下来，有没有打下来？我赚起来了，赚起来之后各位又打下来，打下来之后我在6月27号我又买127到128，各位我又买127到128，到6月28号上个礼拜我赚12块，我出掉了，各位我出掉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我出掉了我也打在车标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顺德涨停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问题是6月27号拉回你有行动力买回吗？啊，买到之后各位6月28号礼拜五的时候涨停板，各位冲到涨停板，我叫会员先出，你知道吗？我叫会员出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各位我为什么要出，我为什么要出？各位你不出今天打回到130，你看你看那个价差差多少，那个价差差了10块钱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我只是跟你讲股票要怎么做而已，盘中4.5小时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真的奉劝全国的观众，你不要再学着去听故事比赛，你真的不要再去造假作弊欺骗那个听那个，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死得很惨。因为7月、8月、9月我再提醒一次，台湾的股市会非常的乱，因为我这几天遇到一些三大法人的朋友，他跟我讲，立好你讲的没有错哦，他跟我讲，立好你讲的没有错哦，因为他们很多的股票开始要第一个要换仓，由从 A 换到 B， 再从 B 换到 C， 再从 C 又回到 A 换仓，第二个他们开始要去做怎么样很大的幅度的价差，他们不要去赌行情，他们不赌行情的，听到吗？他们认为不管美国总统大选是情况怎么样，台湾股市到了2万点、2万3千点，你还要期望它能涨到哪里吗？各位我告诉你，就是来回做价差，我没有危言耸听哦，我跟你讲的是实话哦，你要听清楚哦。所以各位你看哦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6月18号买顺德一次我赚了9块，赚了9块之后各位打回来，对不对？打回来之后我又买127到128，各位6月28我再出，我赚12块，各位今天又打回来了，你看今天顺德又打回来，那各位今天打回来你敢不敢买？今天打回来你敢不敢买？我又买了啊，我就是这样做股票啊，我跟你讲做股票的观念就是如此嘛，
只是你愿不愿意做，你懂不懂？就像四星 KY，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就像微盈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我来回做价差，我会做多，我也会放空啊。你看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这个观念了吗？有没有？你看，台股就要这样玩，我已经跟你讲了啦。四星赚了130，微盈赚了360。那各位，我后来去放空，各位，微盈最大值不是？我写在这边，不是赚了410吗？有没有？四星的最大值不是赚了300多块吗？我不是都写在这边吗？你做多也可以赚，放空也可以赚嘛。结果打下来，四星 KY 2400到2420，我又买回来了，今天又涨上来了。各位，做股票不是这样做吗？我在教你呀、啊，我在告诉你怎么做、啊。股票不要多啊，听到吗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股票，各位，今天每天都有很多涨停板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奇怪，每天涨停板你就是抓不到，每天股票涨停板你就是抓不到。各位，你不用唉声叹气，不是只有你抓不到，很多的外资法人也抓不到，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他们要干嘛。看到今天他有钱了，今天这档股票不错，赶快买一下，啪涨停板。到了明天他怎么突然杀到跌停板？有没有？常常都会这样哦。常常都会这样哦，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买，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卖，反正很简单，就是炒手续费来回做价差。那很多的阿呆，很多的小白，整天在寻找什么涨停板，涨停板。各位，这个瞎猫碰到死耗子，听了吗？还有很多的小型股，有没有？那个赚也没有，赚不到几块钱的，各位，那就不要玩了，因为你赚不到几块钱，你还要去怎么样？每次一进场都是一个风险，听得懂吗？那各位，为什么我利好常常跟你讲，我做的股票没有很多？我每次的股票就是那几档股票，各位，你看今天的报纸，你看今天的报纸，注意看，今天的报纸，光一篇，一张这个报纸里面，你知道有几档我的股票吗？你看，各位，今天的报纸里面，各位有广运，各位有宏硕，你记不记得宏硕？各位，你看啊，我先跟你讲啊，你看有宏硕，再来，各位，你看有我的智元，又有我的四星。再来又有我的旗红，再来又有我的双红，各位看到没有？一张报纸里面，我的股票就占了6档股票了呢。所以各位，股票要多吗？股票根本不要多，来回做价差就行了。那各位，你看宏硕这档股票，各位你看，这只股票我当初不是讲吗？6月24号我们就买1230到1250呢。1230到1250哦，上个礼，我们在6月24号之前就已经买了哦。那各位，你看宏硕，今天的极大值飙到哪里？各位，今天极大值差一点飙到涨停板。你看，今天极大值最涨停板是1490，到今天1450是最大。各位，你看我1230买的呢。各位，1230买，我没有买到最低价呢，我没有买到最低价哦，我是1230、1250买的哦。各位，看买上去之后，到今天还在创历史新高。1450块，各位看到了没？又赚了200块的价差，极大值。所以各位，做股票其实它不难，是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到底怎么看？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你看这档股票，我当初在6月21号其实就已经上车了，6月21号就已经上车了，1230到1250块买的。各位，到了今天的极大值，你看1450差20块涨停板。各位，这10张就好，10张就是200万，100张是2000万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我今天跟你讲的，各位你要记清楚，很多的股票真的来龙去脉你要搞清楚。各位，你再看看，来，你看看银广，来，你看这档股票，这只股票我6月24、6月25、6月23，我6月20，你看25我不是讲银广116到118，有没有？你看6月26我也讲银广跟广运买盘主力仍在，有没有？那结果各位，结果银广有没有上个礼拜五不是开始飙涨停，6月28不是飙涨停吗？对，那你看到广运也是差一点往上飙上去，飙涨了9块钱。那各位，那像这些股票我们也是一样来回做价差啊，听了吗？来回去做价差。那银广这档股票今天震荡开高获利之后震荡拉回，你敢不敢买？目标170，你有什么好怕？所以懂得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我今天跟你讲的是观念，不是跟你讲说我们股票到底能够赚多少钱。我先没有讲这个。另外各位，你看那个嘉登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这只股票叫3680的嘉登，各位你注意看这档股票，我没有买在相对低价，没有，
我在430就已经买了，各位430我们就其实就已经进场了，你知道430、哦、但是各位这支股票买到之后，各位430哦，我们在我记得是买在6月17号，买到之后各位还打到最低，还打到哪里？402。那打到402，我的好几个会员说，老师那这档股票加登还要不要买？其实各位我说告诉会员一样在买，我在6月27号还是6月26号我还告诉会员，如果再有拉回到410到415还多少，照样再加码再买。各位你看到今天，你看各位到今天就480，你看各位今天最高拉到480，你看你赚多少钱，赚了60块。那各位重点是什么？重点你会不会带出啊？你看我拿手机给你看，各位重点是你会不会带出。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你真的，你看今天这档股票啊，你注意看啊，你看我一大早就已经在带出这档股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会员注意，迈入七月份第一个交易日，有很多的主力有换仓的压力，因此今天格外注意的价位，如果没有来或者没有通知大家，大家静观其变，不要太照进。另外3680加登，我们在之前有没有？在之前已经在430附近之后又拉回400到410，我们都有买哦。如果手中有会员在有的人475附近，只要有赚钱都可以自行获利出场，保留资金再上去给别人赚，也就是早上9:08475块攻480的时候我们全出光了。各位我为什么要出光？你看在攻的时候我全出光了，各位收盘收到457，你看我出的漂不漂亮？出的第一名，各位看到了没有？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所以各位你看我的加登赚了60块我就出掉了，那各位加登拉回来量说要不要买？再买嘛，再买嘛。各位做股票不是这样做吗？不然怎么做？你教我怎么做。所以各位真的我一直跟你们讲，真的各位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可以帮得到你。各位我再强调一遍，迈入7月份7月1号的开始，7月、8月、9月台股会非常的乱，不是我在讲而已，是我的很多的法人朋友外资跟投信都在讲，不相信你们拭目以待。你如果会做两边全面大赚，你如果不会做两边全面被打巴掌，那各位你要用300万赚3000万还是你300万全部要输光，你自己决定。各位我告诉各位真的在绝对不是天方夜谭哦，你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各位我可以跟你讲，各位迈入7月、8月、9月是很快能够达成的，是非常快能够达成的。但是做股票要有耐心，7月、8月、9月做股票一定要有耐心，价位没有到宁愿不做，价位如果来到了我告诉你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，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各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陈立好？因为我的勇气霸气行动力是全市场第一名的，听得懂吗？我一定讲得到做得到的人，所以各位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。你今天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各位马上来电，听得懂吗？那各位如果你要300万你丢到市场里面，你想说随便做一做，那各位我劝你不要来，你如果要随便做你不要来了，你干脆把那300万你去孝敬你的父母好不好，去养你的小孩，你不要玩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是随便玩玩的人你就不要进来了。如果你想300万赚3000万你可以来找我，我或许可以帮到你。但是如果你是随便想进来玩一玩，你是说老子有钱啊你管那么多干嘛，那各位是你到位事，那是你家的事情我管不了，听懂吗？但是各位如果你想在股市里面真的创造应有的超级大利润，你来找陈立豪，我可以帮到你哦。因为七月八月九月各位行情会震荡很大哦，你会做两边赚哦，你不会做两边被打巴掌，我再强调一遍哦。所以各位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你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各位7月、8月、9月很有机会，非常有机会。那各位如果你只是进来随便玩一玩，那各位你300万各位你有可能变零哦，你要小心哦。所以各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哦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得，资本利得就是金钱游戏，一定有人为炒作。各位所以你看台积电
我一直跟你讲过了，台积电是现在控盘的要角，有没有？控盘的要角。所以各位，当用到台积电控盘要角的时候，代表台湾股市已经没有方向了。这样讲比较快，这样讲比较快。当台积电当作控盘要角的时候，台湾股市就没有方向了。那一些鸡蛋水饺股，一些那个无稽之谈的一些小股票就开始会活蹦乱跳呢，那个那是看你的运气好了。喂，但是各位，我不做那个低价股，低价股我没有兴趣的哈。要很多坊间很多的一些老师哦，那做小型股的你去找他，我要做的是大型股，100块以上我就叫大型股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像做广运也做得很好啊，广运来回做价差赚了170几块的价差呢。那各位你看，那银广也是100多块的价差，之前做那个威盛也是100多块的价差，对，你看200-300块、300-400块我最喜欢，对不对？那各位四星跟维银这超过上千块的股票，我们来回做价差，那个价差已经超过42000多块的价差了，对，听懂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，你如果在股市里面你真的不会做，你来找陈立好，听得懂吗？不要真的在股市里面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那就很糟糕。你要给自己正能量，要想在股市里面要赚到大钱，你问你自己想不想赚大钱？如果你想赚大钱，你在等什么？全国第一名的老师就是陈立豪，你不找我你要找谁？听得懂吗？我非常有自信，尤其迈入7月、8月、9月，看我的，我带你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。所以各位，真的好不好？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，资本主义一定有人为炒作，你要注意筹码。而各位，我又是观察筹码的超级大赢家，听懂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来跟着立豪，安心吧，西游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呢。那各位，你如果没有钱又想玩当冲，真招当冲乐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所有你所要的需求我都会，我的速度很快哦，真的哦，而且我的反应度很快哦，好。所以各位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其实利好哈，真的很真心的是为你好啊。那其实哦，你但既然迈入股市，你需要的是要赚到大钱，千万不要为小钱而战。你如果为了小钱而战，我跟你讲，每一次进场都是一个风险。那你小钱如果赚不到，每天都怄来怄去的啊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不要每天在早知道，这个心情会很不好。
那各位，你看我们的侧标，很多的股票，各位你看，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要来回做价差？这个观念很重要。你看，你看的，比如讲说6月19号，华晨我们赚60块，世新赚135，维盈赚85，顺德赚9块，神盾赚27。那各位你看，你看到了6月20号，你看台股就要这样玩，世新有没有？维盈有没有？创意，各位台光电、神盾、爱普有没有？然后结果又去放空维盈跟世新，然后各位你看。6月25号要来了，大跌你敢买吗？有没有？台积电当初我们不是买到925块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今天最高来到977，那结果神盾赚了27块之后又在赚，你看又在赚，有没有？智元也会来做，有没有？华晨又赚50块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各位你看6月28也是一样啊，6月27要拉回行动力，你有吗？你敢买吗？结果顺德又拉涨停，银广拉涨停，广运赚又赚8块，维盈赚105块，宏硕赚了到了今天变200块，有没有？到了今天变200块，结果世新又赚100块，有没有？所以各位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各位迈入7月份才刚开始，你可以把所有的资金压在利豪身上，我帮你。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各位真的开战，听得懂吗？跟着利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全国的投资人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。